财神爷啊，求你保佑我的女儿夏天晴一切都顺利。她呢，从小就衰到大。我上辈子呢，一定是一个杀人无数的女魔头。夏家女人天生注定没有福报，所以这辈子才会这么的痛。你一定会找到一个跟你八字很合、气场很合、什么都很合的人。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下周二晚上8点，废材闯天关。